近日，宋慧乔与宋仲基离婚后沉默近两月，首度在社交软件上发声，给旧友李真留言，真好，真的。据悉，宋慧乔与李真在高中就已关系密切，是相识多年的旧友。宋慧乔和玉珠璇、李真有着超过20年的感情，从高中时便认识至今。宋慧乔大婚时，李真还特地飞回韩国参加其婚礼。尽管宋慧乔和宋仲基如今已经分道扬镳，但好友们还是守护在他的身边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